政府咧係銳意推動文化發展，令到香港咧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配合國家嘅整體文化發展策略，講好中國故事，講好香港故事。由我領導嘅文化委員會咧制定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，文體旅局咧係會設立文化藝術盛事基金，吸引同埋支持國際同埋大型文化藝術盛事咧係落户香港。康文署會在2023年舉辦第一屆的流行文化節，首階段的重點是介紹1960至1990年代一些別具香港特色的流行文化和它的代表性人物，資助開發串流平台內容和培育跨影視創作團隊，支持香港作品打入串流平台播放，亦都乘著串流平台的普及廣泛覆蓋是開拓新的發行渠道。旅遊方面，我們都會繼續密切檢視疫情的發展，和積極考慮進一步的放寬，以推動跨境旅遊逐步回復正常。我們會與旅遊業界攜手，為重振香港作為首選旅遊目的地，是做好準備。